大家是几咁深爱香港呢个国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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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香港呢个国家。喂喂 ，hello 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系2023年11月3日啊，大集会喎、啊，即系唐伯虎点秋香啊，佢哋唔系秋香，佢系唐伯虎嗰咁多个老婆，16件一齐上吊，何等壮观啊！大家见到系咪啊？今次唔系16件咁多添噃，系49件啊！嗱呢度，既然佢讲到有跨域管治权啦，吹嘘啊嘛，跨大管治权，咁你北 Q 鱼啊，就制裁埋。呢、这个美国国会啦，系咪啊？国安大法走过去骑人啦，讲咁巴闭，你 APEC 嗰度啊都唔敢去啦，收到邀请函邀截咗嗰个啊嘛，咁唔知啦，佢奉信自己嘅名言啊嘛，唔出场喺现场就冇事，咁所以咧 APEC 都唔去啦。咁啊，话说呢单嘢，美国国会有议员啊就提到呢个香港制裁法案，指定啦要制裁49名嘅国安大法法官同埋检控官嘅，包埋检控官。即系律政署嗰边啊，即系成个司法体系啊，呢个系咁咁多年冇做嘢，而家做翻足49件，但系提案嚟嘅啫。以美国嘅嚟讲咧，佢过埋参议院，咁都仲要总统啊去签嘅，咁又要睇拜登签唔签嘅。咁佢唔签啦 ，veto 完翻嚟嘅时候都可以再投过。咁然后啦，即系除非佢解散国会嘅啫，否则啦呢条法案都系会通过嘅。咁之前有呢个诚实地图法案，仲有条鸦片。法案简单讲就是禁止中共做坏事法案啦，话你立唔掂啊，佢做嗰啲，你真系要立条消灭中国法案先得啊，因为样样嘢嚟讲你唔俾佢做，但系佢坏事做尽噶嘛，例如缅北嗰边嗰啲 KK 园区各样啊，都系冇免俾，咁你话唔系喎，有埋啲中国人喺入边，以色列嘅有中国人啦，棋子嚟嘅啫，佢唔加多几钱肉紧派啲中国人落去，你边信啊？呢啲就叫黄盖嘅苦肉计，况且啦喺中国嚟。讲嘅嗰啲人唔系人命嚟噶嘛？以前我哋话德国1940年代嗰啲人咧，嗰、那个元首实在系太过不要得，竟然将人当成系即系嗰啲犹太嗰啲啊嘛，当成系昆虫咁看待各样啊！哇！如果你要讲人哋都不知几咁仁义厚厚德载物各样啊？点解啊？因为中国从来啊，佢系划一咁样将所有嘅啊系所有、哦，唔系限定系犹太类别、哦，所有人都当成系虫蚁看待噶，就真。再唔喷你杀虫水，你估佢唔想啊？对比起中国啊，德国嗰啲湿湿碎啦，小儿科啊，青出于蓝就胜于蓝。你要好似蔡若莲咁样熟读党史啊，你先知道当日啊，马克思呢只乞衣点样将自己嘅红七公主义降龙十八掌啊输出咗嚟。中国有埋打狗棒法，但系成件事情系咁嘅。美国国会两党议员，两党最重要啊，因为民主党同共和党都有参与在内。喺11月2日。共同提出新鲜滚热辣啊！关于制裁香港官员嘅法案 ，The Hong Kong Sanctions Act， 同埋重要一点，今次系针对司法界而嚟，就唔系执法界。执法界系讲嗰啲国安公署各样嗰啲啊嘛，递咗上去啦，又唔知几时批嘅啫。喺法案入边就点名多名嘅港区国安法法官同埋检控官，咁你话多行不义必自毙未啊？佢哋都未死，何况啦，美国咁样做只不过系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啊！咁所以鼓励佢做多啲，扎多啲脚，你咁样啊，远远未够啊，大佬！我哋呢啲爱国分子嚟噶嘛，梗系想佢扎多啲脚噶啦。美国人，你咁样做只系拿石头扎自己的脚，你要痛扎、狠扎、努力扎。我哋冇咁好噶，系咪？冇咁好人，只为美国着想噶嘛。咁我哋听下港人组织点讲咯噃。香港人嘅组织就认为制裁咧系针对香港法治武器化呢个现象，制裁嗰啲将法律武器化嘅人。诶，有不举能。粉嘛，佢姓毕噶嘛，我唔系好记得佢个名，最好姓毕啦。你姓张嗰啲咧，有一军人身大功啊，变咗黑强噶你。咁所以咧，话你姓毕算好噶啦。咁啊，认为咁样做系对侵犯香港人权嘅官员同埋司法人员咧，起到呢个警示作用。我唔敢同意嘅，我觉得死猪啊不怕滚水烫嘅啫。你一日唔将佢哋啊，以国际法庭绳之于法，跟住掰咗佢哋咧，佢哋都仍然系咁不断作恶嘅啫。咁啊，争在。
几次。你见今时今日林郑嗰啲都系逍遥法外噶。李家超咪话最多我唔用你啲银纸，啊唔系，佢用银纸，佢唔用卡啫。佢老婆用卡啊嘛。之前陈国基啊，郭基诊啊，先话诶，佢好唔方便啊，搵老婆嚟埋单啦、啊。咁、有冇作用噶？有老婆埋单、啊，你最多笑下佢嘅啫。哎呀，好唔方便，佢又咪食好住好着好，所以始终都系啦，美国人啊，拿石头砸自己的脚未够大力，直情应该派海豹部队将佢哋扒咗先嚟噶，好似嗰啲哈马斯分子咁。啊，不过至少咧呢啲人啊，如果有投资下喺美国嗰度有啲股票啊或者物业嘅话咧，咁今回佢哋又大镬啦，司法界啊嘛，收埋啲人工咁多就唔知投资喺边系咪啊？嗱，今次包括好出名嗰啲啦，第一个人物就系律政司啊林鼎国嗱、啊、为国捐躯啊，第二个就杜丽冰啊施乐冰，第三个陈广慈，诶仲有高尚情操郭伟健抵佢啦，同埋政府嘅外聘检控官吴美华嗱呢、啊這个你问前面嗰啲咧，佢哋公职在身不嬲啊，都已经谂住以我身作盾，咁你个效力就唔得劲，反而呢个咧我会留意多啲，就系、是、外聘嘅检控官吴美华，咁但系可能都系啲中共以前地下党嗰啲党员嚟嘅啫。嗱、啊，法案通过之后180日入边咧，马格尼兹基法案同埋香港人权民主法啊就会生效。如果白宫冇咁做，就要作出解释。180日入边制裁，咁冇11月中啦，佢可能就系喺会面之前投递函书之前，拜登啊嘛，讲到明习近平系黑社会，佢都仲要见嘅，老懵咗噶佢。咁啊，可能好似中国咁，近日咧就做尽坏事，目的就系为咗多啲筹码咯。佢都系多啲筹码啫嘛，美国都要多啲筹码。推动呢个法案嘅共和党国会议员呢、这个系 Young Kim， 佢又表示啦，韩国人嚟噶，有个 Kim 字、哦。法案可以采取强力而决断嘅行动，咁啊支持热爱自由嘅香港人，大部分啦，大比例啦，都有啲香港人唔热爱自由噶吓、啊，越嚟越添啦。啊，经过蔡若莲不断咁教导之下，下一代啊吓，好、啊、多都系咁噶啦。牢笼好吓、啊，自由边好啊？又或者佢同你讲呢啲已经系自由啦，因为佢将自由嘅标准降低咗啊嘛。嗱、啊、，Young Kim 表示可以令侵犯人权嘅嗰啲官员负上责任，希望啦，希望啦，美元制裁啊，冇得谈啊。咁、啊、就话说上次俾人通缉啊，八名人士入边嘅，咁、啊、我哋真系要感激佢啊！啊，郭凤仪小姐喺美国嘅港人组织香港民主委员会 HKDC 执行总监郭凤仪指出，今次制裁名单咧系建基于五月时候 CECC 发布嘅名单所制定嘅 ，CECC 就系中国嗰边嗰个委员会，不过咧范围就更加全面。诶，呢个系惊喜嚟噶，本先你以为俾阿凤仪小姐嚟讲咧，嗰个预期系差少少噶嘛，又拜集会啦，诶，点知广泛啲，可能掉翻转啊，叫咗你唔好见面噶啦。佢一见面嘅时候，国会见到惊噶嘛，惊咁点啊，落条更加辣嘅法案落去咯。原本廿零个嘅，而家变到49个啊，所以话你咧，习近平系咪见咩面咧？黑强死咗你就留低喺国内坐镇啊嘛，系都要见嘅，你见一见又唔见钱噶啦。咁同埋我觉得太抬举咗咯，啊叫做乜嘢法治武器化，根本就冇呢啲法治武器化就真系武器啦。不过咧系有冇个武气体个气武器啦，仲有咩气可言啊？有气都断气啦，俾佢咁搞法，法治武器化，乱 Q 咁嚟啊，乱 Q 咁嚟啦，礼崩乐坏就礼崩乐坏啦，有何法治可言呢？系人治实体化，人治完美化，落实完善嘅中国帝王体系，简单讲就系一个军阀政府啊，唔系就系讲香港政府喎，嗰啲爪牙嚟啫喎，而家系西厂分部啊，香港朝廷喺北京，搞错咗啲嘢啦，而家执行紧嘅系家法，香港系西厂，系整个香港本身就系一个西厂，唔好用个化字添啦，因为已经系 perfect tense 啦，你化字系乜乜 eyes 乜乜 eyes 嗰啲啊嘛，你 weaponize 啲嘢咁样，边有呢啲嘢 to the perfection 噶啦，已经系，咁有一句说话即系比较超各样嗰啲啦，就话咩制裁完全系一种光荣啊，各样我阵间先分析嗰个影响，先讲讲港府嘅反应。嗱，港府系谴责噶，我哋睇下个新闻稿点讲。特区发言人就指出啦，维护国家安全显而易见系属于主权司法管辖区入边嘅内部事务，俾你内部啊，人哋制裁你都系人哋政策上边嘅内部事务啫嘛，你可以唔去美国，唔投资美国各样噶，你完全唔用美国服务，咁咪得咯，系咪？港纸都挂美金噶，唔好用美金啊，即系唔好用港纸。好啦，香港国安法喺香港实施咧，系唔受到任何形式嘅干预，咁得啦，你唔使惊啊。但系
系啦，该等美国政客，佢其实点名唔到，我都唔知边个搞嘅。对有关嘅实况咧，执意咁样去刺弱网民，执意嘅，原来佢哋真系好固执啊吓。人哋有听，不过唔接受啫嘛，仲公然叫嚣，唔使叫嚣噶，而家文明人用嗰啲白纸黑字写到明，就向呢个李俊职责嘅特区人员作出所谓嘅制裁。喂，制裁系你职责一部分啊，你要剔剔埋呢个 responsibility 噶，咁所以系完善化咗你嘅尽责。OK， 好啦，呢、这个拙劣嘅政治戏码同埋卑劣嘅用心，嗱，即系做得唔足啊吓，而家仲好拙劣，你应该咧直情派捉鬼敢死队嗰啲嚟到香港嘅时候，扒咗呢啲哈马斯分子佢啊，你系咪要人带路啊？讲声 OK， 好啦，超然若揭咁话，特区政府予以强烈谴责，同埋咧嗱林郑嗰啲啦，对制裁系嗤之以鼻，无惧任何嘅威吓，人哋唔派兵啫，派兵你吓死咗好耐啦，屎都飙埋出嚟啦，咁啊定当继续坚定不移履行维护国家安全嘅责任，即系之前唔坚定嘅，点样可以更加坚定啊？你每日练铁布衫啊？咁特区政府强烈敦促该等美国政客认清事实，立即停止不符合国际法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嘅行为。诶、国际基本准则就系要维护人权各样、哦，所以唔维护人权嗰方面，你真系要停止、哦。例如唔去制裁呢啲官员，唔派兵去歼灭佢哋，嗱呢啲唔符合。所以就应该咧直接咁样派嗰啲 Delta Force 搞掂呢班友啊吓，好啦，同埋要立即停止干涉纯属中国内政嘅香港事务，佢冇干涉你啊，佢制裁你啫嘛，你可以继续做噶，系咪先？人哋冇叫你停啦，不过会广泛化咗呢件事啫嘛。嗱，事件咧其实系令到呢班友仔咧官运亨通啊，同你讲，点解官运亨通啊？佢唔会揾另一班人做噶啦嘛，另一班人都唔制啦，而呢班叫做乜嘢啊？死猪就不怕滚水烫。除非佢好似黑强嗰啲咁系嘛，咁啊走过去咧通翻卖国啊，留啲资料各样，转做污点证人，咁啊督屎呢个共产党咁解嘅啫。否则嘅时候制裁咧，就只不过系令到更加少嘅人物啊，咁啊加入呢啲咁样嘅团队，但系佢哋仍然系继续咁样迫害中粮。咁同埋啊，距离落实呢条法案都仲有差唔多半年，过咗几年咯，依家先嚟多几条友，虽然就一次过几廿个人。同埋咧，象征性最好嘅就系有埋法官喺入边，呢班友真系要制裁噶，唔好放过佢哋，就系咁样样。好，今日讲到呢度。